咦 ，Desmond So 拍紧《明珠生活 Casual 版》咩？唔少女子都好中意睇《明珠生活》，除咗可以扮下 high class， 仲有好多靓仔靓女主持。而讲中文讲到卷晒你，有饭碗丁子高之称嘅 Desmond So 苏仲辉，绝对系焦点之一。可能太投入工作了， Desmond 平时都好明珠生活的，放假是穿得轻松啲，但是他约了人傾嘢，依然会揀去置地广场。哇，窄身外套突显晒 Desmond 的肌味，那对手臂好壮啊，哎呀又不小心深深眼啊。个样又靓仔，笑容又正，又有肌肉，还要有返咁上下高挑，哎呀我晕了。